朱丹氏表达已经出现人传人现象了，保险婆媳关系差点就和谐了。来，我问你来，我是怎么让你跟小雪说的？我是不是说我今天菜做的有点辣了？他能吃多少吃多少，他不愿意吃的话，剩下就让他倒了。你怎么跟他说的？原话是不好意思，传话是小雪，你跟我都差点意思。我就像你那么说的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咱妈说了，你这菜都辣了，你爱吃不吃不吃冷啊？你放屁！我是那么说的吗？我是那么说的吗？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朱丹，他甚至只听了半句就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蜜雪冰城挺好的，但是我想我男朋友喝古宁，我喝蜜雪冰城就够了。这两杯都是他的，两杯都是他的。男朋友好险差点死网上，他不会撒谎，但他真会胡说八道。你爸手机里有啥？在洗澡的人。你爸手机里有在洗澡的人。然后他是一个暖男，妈是一个男孩。看男孩洗澡。爸爸传呗，谁能传过你呀？你传的啊，这个是吧？事实证明，朱丹氏说话不利于人际交往和谐。方老师，我们很热闹，能给我们很多温度。雷老师喜欢做菜，你想要道菜菜八宝乌鸦，当着面就敢这么传呀？向老师你好。原来最离谱的传谣是父母嘴里的。啊，我考上北京的大学了。什么？北京大学？不是，是北京的大学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说我在送外卖，传我在外面卖。哎，跟你们说，我女儿啊，考上了北京大学。什么？恭喜恭喜，考上北大。北大好，北大妙，亲亲考上，真骄傲。不是我，愣着干嘛？快说谢谢。谢谢。第一次这么直观的感受到朱丹的嘴。你先把水给我烧开了，把热水先倒进去。先热水倒进去嘛。好，现在朱先生会演示。不敢相信朱丹做到村口会有多少人身败名裂。啊，你烫到我了、哎、你用热水烫我。难怪之前全世界都在说他卑微，但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卑微。